那嗯，今天能来的人是不是都很感恩啊？真的。而且有没有很珍惜？有。你真的有很渴望在等待每一次的读书会吗？有没有？有。真的、哦，好棒哦，哈。八九点出。你家住很远吗？泸州。泸州、哦、是真的还有一点远。那嗯，我们读书会这么久来哈，我就第一次唱这一首。因为我们一直都唱珍惜，我礼拜二的读书也在珍惜。我们人是不是都有一些固有的想法？因为我认为它很高，那高的话就是说一般人唱起来会比较吃力，然后所以就是用珍惜珍惜珍惜。可是我后来我回到家有时候听一听，我觉得听起来很感人，尤其是看看歌词。那各位，你们对爱的定义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在唱这一首歌的过程里面，唱到珍惜爱这个爱字，有没有特别的触动？你有、哦、好，来你分享一下。我们时间要很短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好不好？我会想到跟家人相处的每一画面。其实我们家假如平静的时候很快乐，只是因为我哥哥我妈妈有一点状况，那我哥又不太长进，就会动不动就打人啊，或怎样。我姓陈，陈思杰，耳东陈思祥，思清杰的杰。很棒哦，各位，要失去的时候才会珍惜。其实他刚刚一来就在跟我分享他很大的困扰。然后他自己本身在做复健，精神方面在做复健。然后哥哥呢，我觉得他哥哥并不是天生就想打人，他连父母亲都会想打，表示他也没有，他应该在他的脑袋里面也没有很正常。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事实上呢，他一来就在问哥哥怎么办。其实、哦、老师都有跟我们分享过，我们是不是先把自己改变，然后提升自己的能量，因为我们实在我们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表示我们的能量还不足。那不足的情况下，整个家庭是不是就陷在那个窝里面？那如果有人先出来把能量提升，你把这一股正能量慢慢带进家里，家里会不会慢慢会有改变？其实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见证，他一个人出来以后，然后没有想到他的家人啊，他各方面就是都从善的方面一直在改变。那其实你们今天来的朋友真的很幸福，因为我手边就有好几个朋友，他们上班没有时间来，真的，他们那个有些外商啊，有些银行是不是要很晚才下班，根本没有办法来参加读书会，那白天更不可能。然后你看嘛，有两位他就跟我讲说，我昨天就问他说你今天能不能来，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很想来，都卡在老公。可你知道你们有多幸福，他们连要参加一个超马的活动可能就要跪求，哎、欸，真的要求，哎、欸。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老公的情况还不是很稳定，所以呢他就说他看情况，他真的很想来。可是他每一次他如果礼拜天能来参加，他不是像各位就是说礼拜天都一定有空，有的人说我礼拜天为什么没空，因为我要参加什么活动啊，要去哪边玩啊，什么什么。可是他们不是，哎、欸，他们就是想要来参加没办法参加。所以人就是有差别那么多。那我师姐刚刚谈到爱，因为她应该她从小的过程里面家里有很和乐的感觉，让她一直珍惜那个画面。所以各位，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拥有的？那为什么会不开心？因为我们都在追求一些虚无缥缈，或是别人有我没有的。其实所有的不开心不快乐都是不懂得珍惜我们拥有的。好像我们所拥有的，譬如说和乐的家庭，父母亲健在，就认为说啊，本来他就存在在那个地方啊，啊，本来他就在啊，啊，在有什么好？我就想要离家出走，我都想要住外面，因为妈妈很会唠叨，爸爸很会管，是不是都是这样？可是当他失去的时候，他就认为怎么听不到爸爸的唠叨，妈妈的谩骂声，那认为那是一种很甜蜜的负担。人永远哦，就是欲望无穷，可是拥有的时候真的要珍惜。为什么老师这一波今年度完完全用珍惜两个字？有没有珍惜？他要你珍惜所有的一切。我们并不是把歌词唱过，唱得很好听，
或是啊，我不会唱啊，我歌词我都不知道啊，我要看歌词才知道。真的，如果你听他的旋律没有歌词，那种感动力还不够，因为会让你感动，是不是因为字里行间的那些话，对不对？才会引起共鸣嘛。所以大家要珍惜。那爱呢？其实一般人哦的爱一定都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啊，不然就对小孩的爱，对小孩的爱。各位，我现在在讲的过程里面，等一下每个人要分享。对家人的爱，有几个人真的会想到对家人的爱，对父母亲的爱？其实我为什么很客观？因为我现在什么爱都没有了，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很客观在观察所有的家庭。我看到了男女之间的情爱，那不得了，哦，那不得了。蔡礼旭老师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追了三年，一大早买早餐去给那个女孩吃，然后三更半夜那个女孩子想要吃什么，一通电话就送到，那么好，他是不是有很强的动力？可是后来为什么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孝顺的人。那为什么他对这个女孩子动机动力会这么强？各位，如果这种男女之间的情爱当然会很强烈。那还有一种爱是一定会存在的，父母亲对小孩的爱。可是我看比较少看得到对父母亲的爱。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到说，一般如果你要谈到，哎，我们用在爱这个字，一般人能想到的，内心能想到的就是我男朋友、我女朋友、我的小孩怎样、我的小孩怎样。少有人会提到我爸爸妈妈怎样。在这边可能小美华姐对她妈妈的爱我清楚而已。他认为他这一辈子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了妈妈，可是我发觉我很少听到，哎，很少听到，甚至说听到就是说爸爸妈妈对他很严啊，或是对他怎么虐待啊，或是对他怎样怎样之类的。所以各位，有时候要缓求诸己，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好不好？像大禹呢，他很孝顺，知道大禹是谁吗？阿大。那个尧舜嘛，哈，文武，那个古时候那个舜呢，都知道嘛。尧舜，尧舜，哎，我背不起来了。对，那尧舜，尤其舜也是一个很孝顺的，有没有？那个《弟子规》不是都念过了吗？他说他很孝顺，可是他对他父母亲对他很不好啊。很严厉啊，可是他是不是依然很孝顺？所以跟我们应该要学什么？学古圣先，哎，古先生，我今天是怎么了？一直打螺丝。所以为什么老师一直希望我们蔡礼旭老师的什么《弟子规》一定要好好看？因为看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去对照。所以我们要忏悔的主题是不是很多？千万不要就说我到底要忏悔什么？我又没有做错，这句话还有人敢讲吗？不敢讲吗？对不对？那这个礼拜呢，好，等一下大家可以谈谈爱的感觉，你珍惜了哪一份爱，好不好？那也谈谈这个礼拜来你有感动或感恩的事情，好不好？每个人就很简短的，也不用讲太多，一两分钟。我们从我们的燕纯开始。那我们来，那个麦克风在旁边来，没关系啊。大家好，我是唐盈君。我进入超马以后才感受到以前对先生的不满，可是那都已经过去式了。其实我只看到他不好的一面，其实我发现后来每次上了读书我会有点触动。不下去了。像我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其实都不用带，我老公都会晚上会帮我带，那甚至他喝奶那个时候我都不用起来。其实我老公还蛮疼惜小孩子，可是我从来没有珍惜。是不是都是正常？老公分担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这是我们以前还没有上弟子规，还没有上超嘛，本来都会认正常啊，对不对？我们不懂得珍惜，甚至还认为他做不好，对不对？他三更半夜来喂奶，我们还认为他，你怎么喂到小孩在哭，害我被吵醒，对不对？这都正常嘛。
然后我其实我也不用煮饭，我只是做个职业妇女，可是我都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老公帮我分担。那我曾经会抱怨说他煮的不好吃什么，其实那是我的事情，可是因为他对我太好，我家里的事我根本都不用做，可是我还是会对他有抱怨。那后来我是觉得我们相处模式是因为我后来有反省到自己，其实自己的问题占蛮大的。那因为有一些冲动，那就可能经济上我乱花钱，可是我还不懂得忏悔。那家庭因素陷入好像困境，可能连家庭那个房贷都出问题。那时候我很担心的，因为我后来发现说我做错了，可是我死不承认我自己的错。那当下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我得了忧郁症，我不想工作，我觉得活得没意思，我好像机器人在工作。可是当下我可能我不晓得我得忧郁症，我不能吃，我不能睡，我觉得我活着干什么。可是后来透过朋友跟我讲说，你好自私哦，你家里还有房贷，你的小孩子还在上高中而已，如果你想不开，你的小孩子怎么办？我好像突然间被人家点醒那种感觉。那我后来我就因为朋友的这一句话，我感觉我忧郁症根本就不用吃药就好了，我觉得我的目标在我的小孩子身上，我应该坚强的活下去。所以在工作上我使命，我就没有想到说房贷那个区块，我很用心，只要有加班我就加班。可是我觉得我关关难过关关过，我甚至我的房贷现在都已经缴清了，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我的缘故，可能老公得了癌症，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离婚了，可是我还是很担心他，就不晓得那种牵挂，就觉得说虽然他也有不好的地方，可是我其实我觉得我是占最大的因素，我的原因造成我的离婚，那是不是家庭都不健全了？可是我觉得我老公那一个区块，我觉得他其实一直有在付出，只是我想要的是我得不到的那个区块了，我们想的可能不一样。那当下我一直在反省，其实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让小孩子也没有好好的成长，大学我也没办法供应他，这个区块是一直我在忏悔的。我只要想到这个，我就很难过。那因为我老公已经走了，所以我现在每每想到他以前对我的好，我才觉得我真的太对不起他了，把家庭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很庆幸我进来超马这个区块，原来我要修正的地方好多好多，真的好多。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那好棒。你进入超马多久？我是11月底进来，可是因为我之前在别的宗教有在服务，所以其实没办法在这个区块常常接触。那我是因为到7月份的时候我离开宗教了，因为我发现我看到宗教里面有一些的不合理，比如说口是心非，可能我们想的是这样，可是真的要服务的时候，我发现我看不到人，为什么我的想法跟别人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宗教不是大家都很博爱吗？可是我看到其实丑陋的一面。后来我在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我感觉不到别人改变了什么，因为我看到我的班长、副班长修了十几年的婚姻，修到离婚，我当下真的有点错愕。所以我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打电话给我，他们怕我顶他一句说啊，你修行都修成这个样子，我在这个宗教我还要继续吗？所以我毅然决然，我即使还在犹豫当中。那因为有上过网络公修，那老师有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觉得说你在宗教界这么久了，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进来超马跟宗教这个区块，你收获在哪一边？你觉得你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心里有底，我5月份就决定要离开宗教。可是因为卡在说有一个责任问题，我们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啊，这样对神好像也很无理。虽然都不错，可是我知道我心里欠缺的是在扎马这一块。我觉得他讲的修行嘛，是修自己的行为，我觉得自己都修不好，你说你要去度人家真的有点难啊。对，那我在看弟子规的当下，我发现原来我们自己好多的地方要修正，所以我都觉得说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进来再学习很多不懂的地方。那每次来读书会我都觉得好开心，
这是我的分享。棒哦，好有福气，对不对？很棒。其实来的时间长短都不重要，重要是时机对了就对了，好不好？还有谁？帅哥呢？不是哦，燕纯，燕纯有话要讲了哈，好。刚怡君讲哈，我想到我对我老公的一些种种的不适，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任性的人，我从来不认错。那就是接触了超马，做了这个忏悔心法之后，我才了解说，我是我们家的一大罪人，对，有好多缺点都是因为我而起的，对。那老师也有讲过说，家庭主妇就是家里面的小太阳，真的是，对，这句话真的很贴切。那刚刚那个淑丽姐有讲到说，对上的爱，对我女儿，她所努力付出的一切，就是要让我们两个夫妻能够过得更好，所以她很努力的在打拼，真的是，现在就是忏悔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缺点，然后就是很珍惜现在的家庭生活。现在家庭真的是很棒，因为我老公哦从来不会管我，他让我非常的自由，金钱上的自由，嘿啊，人生上的自由，就是都不会管我，对，然后就是很幸福啦，真的是很幸福，进来超马真的很幸福，好，感恩大家，来，好来，接下来呢，你等一下，好，我来自三重廖以明，第一次参加移民啊，甲乙丙丁的乙，名字的名，我是我从小到大，其实我有生过病，都是我妈妈的，全部都是我妈妈在付出，可是我没有接触超马之前，真的没有对他很感恩。真的，这今年才接触超马，看《弟子规》，知道我所有行为都，我以为我妈妈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对小孩子嘛，对儿子的付出，他连我的经济，连我的那个状况生活，他几乎都是在付出，连我生病的时候，他整整十天，因为他家里跟医院两头跑，我都看在眼里，所以我妈妈的付出还是对我妈妈去找健康食品给我吃，我说我都不懂得感恩，这是我要忏悔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都是我妈妈的付出啊，我没有对她的付出，可是我有一点点因为习性的问题啊，有可能是他一直叫我改的习性，我是改不掉，因为可能是长久以来二十几年的养成的习惯，所以我是接触《弟子规》之后，我有慢慢的有我有在改，但是改得很慢，可是没有他的预期，所以我真的需要忏悔，谢谢。你什么时候接触超？4月。因为那天刚好去书局，也是在找书，啊，刚好在金丝堂。金丝堂人家发书给你，还是你自己找到这本书？是人家发书给我，因为我先拿到千里之约，然后看完之后，本来想去找书找超马，刚好是那天刚好是互有签名会。你是巧合还是知道那天老师有签名会？对啊，是有人跟你讲吗？还是？是有人跟我讲。哦，你好有福气。因为也是超马的人啦、啊，因为心理老师他接触超马的时候，他很好，所以他叫我去找超马的书。我就想啊，老师也在那边，我就想，那我就去嘛。我去第一次接触老师，听到歌，我非常感动，
我就流下，也不知不觉就流下眼那个眼泪，对，那样，所以我就开始，所以我就带我妈妈，因为29刚好是那个护友的最后护行嘛，最后一堂。你有带妈妈来参加？有，我妈，我说我觉得我，因为我要提升我们身心灵，我知道，真的，我妈妈是做的很好，但是我自己，因为我的没有改变，我妈妈也是对我的抱怨很多，所以我们两个一定还是要忏悔改变，谢谢。大家好，我是梅华。那真的要非常谢谢石律姐的接引，那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有机会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书。那我觉得说，梅华姐是等一下，因为还有很多人，我等一下私底下再问你。对，谢谢你，那没关系，谢谢你。那我因为这样子呢，就开始了在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就是一直接触，那有很多的感动。那我觉得说刚刚学艺姐有在讲那个对父母亲，因为我没有小孩，所以我那个对小孩的爱呢，就像学艺姐对我们的爱一样，我一样把它延伸出去，对所有周遭的朋友同样的方式。那我要先要讲的就是说，透过超级生命密码，在更早之前，然后刚刚学艺姐有提到说对父母亲的爱，那我觉得要什么叫珍惜爱，就是现在大家都有父母亲在，会觉得没什么，就像刚刚这个帅哥讲的一样。可是对我而言，那是因为我只剩下妈妈，对我而言那是我唯一的，所以我都会跟我妈妈，我最开心的就是我可以回家的时候，我可以抱着她，因为抱着她，我可以感受到的体温，然后抱着她，我会跟她讲说：“妈妈，谢谢你，我爱你。”那这样的动作已经好几年了，在还没有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书之前，我就已经在做这个动作。那我抱了他，他后来他还会跟我讲说：“谢谢你，我爱你。”到现在，我只要我刚刚在走要上来的时候，我就是在跟他通电话，然后我们聊聊天，我就跟他讲说：“那妈妈，谢谢你，我爱你。”那我妈妈也同样这样子，因为他国语不太论准，他还说：“爱你哦，爱你。”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因为拥有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可能没有那种感觉，就像刚刚帅哥讲啊，我妈妈都一直都要付出，可是我就没有。可是珍惜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所有可以做的任何一件事，就是对你的父母亲。那我呢，同样的方式，我也会对我的公公婆婆，就是爸爸妈妈。那要去拥抱你的公公婆婆容易吗？不容易。我一样会抱着他，跟他说谢谢他们，然后我爱他们。那有时候会跟我公公或跟我爸那个婆婆通电话，就妈妈通电话，我一样还是会跟他讲这句话。哦，因为很多人会有说所谓的婆媳问题，可是就像刚刚我们那个燕纯讲的，其实很多事情是要从自己先做起。如果自己都不愿意去突破的话，那说再多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唯独你自我突破，你愿意去拥抱，你愿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一点都不难。那种你自己做过以后，你突破过后，你就会发现到没什么做不到的，你就会发现到都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你会彼此之间那个情谊是可以连接上的。很多人说会有婆媳的问题，我觉得要很感谢是因为认识淑丽姐，她让我们知道怎么经营人生，怎么经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参加了读书会，最重要的是导师一直强调我们愿不愿意去落实。当你愿意去一点一点自我突破的时候，就会不一样。连我们家的宠物那只狗啊，它是很凶，它是唯一会咬主人的狗，可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它这样我就把它丢出去，我还觉得一定有某些原因，我还是依然每天看着它，我感谢谢你，然后我要跟他讲唱四句去给他听。那这是什么？因为他是我练习的习题，我就不断一次一次就是面对这样的人。老师不是在第四章讲，面对你的仇人，你依然要对他说感谢他，要爱他，所以他就是我练习的对象，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所以在很多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习题的。
而且我们愿意去做，而且我都每一次是在自我突破，我不是突破别人，而是我在自我突破，因为这一种才是你看到你自己真的有在成长。那每一件事真的你只要爱的成分，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我叫尚美豪，然后首先先感谢美华姐，就是建议我进来超级生命力吧，然后感谢淑义姐让我分享的机会，然后就是讲到就是珍惜爱，大家现在就是在还没进入超级生命力之前，当然我也是一个不懂事的女生哈，就是也当然对于父母的关心跟疼爱，然后我觉得就是进入超级生命力之后呢。因为有时候在家里都会觉得父母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比如说父母都会都做好好的，因为我妈妈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她是职业妇女，但是她其实都会早上去上班，可是晚上回来就是煮饭，然后早上也煮，就是她是一个就是很称职的母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她也不太让我们做事，因为她觉得我们做不太好，对，然后有时候就觉得那他们我妈妈煮的都已经是习惯，然后我们就会当成很正常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接触超级生命嘛之后啊，你就会开始自动去付出。以前我妈可能会跟我讲说你做些什么事，你做些什么事，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可是我觉得接触超级生命就像刚前面分享的，看了《弟子规》之后，你就可以自动的去做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会有所改变，然后也会就是开始去了解可能父母做一些事情的用心跟存心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就会开始去练习感恩啊，因为我其实蛮固执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就像苗阿姐刚刚讲的，就是练习之后，你就开始就会比较自然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我跟我妈妈在某一些话题上或者什么，我觉得就是比较可以聊，然后比如说我妈叫我做什么事情或者干嘛的时候，以前都态度不好，因为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就以自己为主这样，然后可是现在我妈会请我爸忙做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就会跟她称呼，就是不会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讲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妹妹开始也会比较就是跟家人的关系也会比较亲近，然后大概是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好吧，好，大家好，我是宛如，那我也要非常感谢就是美华姐接引我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那我最近比较感觉就是我妈妈对我阿公的爱。公都没有爱吗？还是比较平常比较没有在来往。哦，有状况。我看到妈妈对阿公的爱，所以你自己很感动嘛，这叫以身作则，对不对？哎呀，很好啊。因为我阿公已经就是90几岁年迈，那他以前其实是蛮健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自从就是因为我爸爸也离开了，8年前就离开了，然后接着就几年前我阿嬷也离开，然后在那之后我阿公的身体就很明显就是这样掉下来，就是退化的程度就这样掉下来。然后最近这几个礼拜，就是我妈妈就是因为我阿公现在连走路都没办法走，就是一定要坐轮椅，然后即使我去看也有去看医生，然后医生也有跟他讲，就是要吃一些药嘛，然后可是吃了药之后，也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很早，就是会大概可能2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2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然后我妈妈只要我阿公起来，他就会跟着起来，然后现在甚至就是脸就是直接就是躺在椅子上，然后直接就是睡在我阿公旁边这样子，就是随时的招呼。那我觉得就是
因为其实我爸爸也离开了他，可是他还是非常用心，就是在我们就是整个不管是小孩子上还有对待他的公公婆婆，我觉得他都是比他对他的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还要来得尽心尽力这样子。对啊，大家好，我叫青青。我还没有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感动，因为我的父母亲都不在。那因为我妈大概在5年前，最让我不舍的，我用3年走出来。我5年前的一场大车祸，我的车祸是几乎瘫痪，我的骨盆跟脊椎是重创，甚至医生已经宣布说他已经可能没有办法，因为血浓度一直降到40。然后当时我是很紧紧的收进马街，淡水的马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一直告诉了医生，一定要想办法。所以我在加护病房过了20天，这20天我用了很多很多的药物，甚至用那种叶克膜下去洗，但就很幸运的慢慢恢复。恢复回来之后回到普通病房，我必须要开刀。我是一个等于下半身全部瘫痪骨折的，所以我基本上连自理我大小便都没有办法，所以我必须都要靠家人。我妈妈，我住土城，我妈妈为了要去淡水马街必须要坐1个多小时，还要再走路进去，就这样来来回回。她为了江户病房有开放时间，她为了看我一眼，她都很特地从淡水土城上当自己上走回去。重点是在医院的这段过程我待了1个月，那我回到家怎么办？回到家我还是要躺半年以后就要像一个小孩一样学走学站学走学坐，完全都不行的。那个日子我非常的清楚，我只能在家里，那个连枕头都不能有的。那我妈妈要上班，她出门前她就帮你准备好食物水。我就当一路一路坐起来站起来，我每当坐起来全家人都很开心，哎，我女儿今天会坐了，我站起来我女儿会走了。结果我很幸运的，我复健到80%。我每次回诊，淡水麻醉医生都希望我回去让他所有的病人看看我的现在，因为我当时几乎都被判是不行的，因为他的骨盆重挫跟骨盆整个都倾斜，然后他用支架下去，这样就这样我很辛苦的走过来。2年后有一天我亲眼的看着我妈去世，她只是血压太低，但如果我不懂，她就在我面前这样没了。我觉得人生给我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让我亲眼看到我在我妈在我面前就这样一口气没了。我以为她是睡着，结果马上就是不行。我这三年我还没认识超马之前，大概10年，我不敢回家，我都走在路上，我要拖很晚很晚才回家，我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家里的一切，而且我父母亲都不在。所以今天淑丽姐在讲你们在长大的父母亲，我根本都讲不出口，因为我这一生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家。但是很好，我很幸运，我慢慢变开心了，我好幸福哦，因为我有一个很懂事的儿子，而且以前我的不懂事也造成我的婚姻失败。我现在学习忏悔，就像那个姐姐说的，是我的错，我每天只会怨他，怨小孩的爸爸。可是后来我发现是我的错，还好以前有超马能让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学会会跟他说话，学会打电话问他回家了没。我对我自己有个愿望，我希望我明年我能重新开始，我能多有一个，我有多了一个儿子，我还有多了一个儿子的爸爸。我希望天地，我希望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来过一次。谢谢，绝对可以。
等一下，因为我还觉得这个能量再下去的话不得了，喜乐丰盛，我们从现在开始，大家有缘进来才。先那边先关一下，好不好？先关。没有，这是一种感动。其实我觉得人数少很棒，因为有时候人数太多，二三三四十个人，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分享？那为什么有时候人数很多的时候，我结束又会让每个人变成小圈圈去分享？因为很多人都有我有话要讲，而且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感触。那事实上把内心的话现在能讲出来，这是对一般传统来讲是不是很悲伤的？可是各位能讲出来，是不是就已经是一种很强的能量了？有很多人是几年来他就没有办法触碰到那一点，他只能会崩溃耶。可是我们现在会也许在动那个掉眼泪，那个眼泪是一种感动，因为重生了嘛。各位大家接触超马是不是有一种重生的感觉？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麦克风抢回来？是因为已经差不多我们的分享的时间，等一下绝对有机会让你们分享，好不好？因为实在很怕你们这股能量再下去哈。其实我发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要懂得去感恩。如果你局限在小情小爱、小我，然后小家庭里面，你当然会永远走不出来。你当然会永远你看的就是你家里那几口子。可是我们在今天在超马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在哪里？是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观，是一个宇宙观。那如果呢，我们有这种宇宙观的话，事实上很多的东西你就会很坦然。其实我也大可在这边哭给你们看，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只有一个人。可是我从来在我的脑袋里面，我从来不会怎样。但我现在不可能告诉你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可是很难得。第一个，我周遭的朋友认为说你怎么还会念书？第二个，你怎么没有去当太妹？第三个，你可以去当大姐头哎。可是我都跌破一大堆人的眼镜。我在高中左右我就离家出走到现在，那这个过程很长，我们在两个小时也讲不完。那我还觉得，可是我不会轻易掉一个眼泪，我几乎是不掉眼泪的。可是到超马，在这几年当中，当我走出，我懂得人际互动，我以前是不喜欢人的，我并不是怕人，我是不喜欢人，所以我根本都不喜欢讲话，也不喜欢跟任何人互动。可是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观想是不一样。我接触超马是我人生最顺遂的时候，我的低潮期都已经走过了。那接触超马是我人生竟然最顺的时候。各位在座，我听你们很多人的分享，有一大半的人都是有苦楚的，有走不下去的，对不对？然后接触超马以后，就立即在整个在自省，整个在翻盘，那整个在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刚好是相反，其实我从来用我们自己，当然用我们自己的人格态度在做事情，以弟子规来评比的话，是绝对是不及格的。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说，我又没有做错，你有没有做错不是你讲，是你的。每个人是不是会吵架？我跟他吵架，我为什么会跟他吵架？我认为我没有错啊，可是他为什么会跟我吵？他也有他另外一个角度啊。可是我们通常都用我们自以为是的方法在过活，所以永远在冲突当中长大。但是我唯一的好处是很少人能打击我，唯一能打击我的就是我妈妈，她37岁就走了。那我阿公啊外公也是37岁走，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跟我朋友讲说，哎，明年37岁了，我也差不多是我人生最后一年了。因为我们好像我家族的那个，我认为我外公这样，我妈妈也是这样，而且两个都是意外。那我现在想说啊，反正我如果多过37岁就是多的，可是没有想到怎么到现在还不走。哦，我知道，原来宇宙把我这条小命留下来是有使命的。所以当我退休那一刹那，就接触超马。接触超马以后呢，我就认为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来宇宙给我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身体的状况，也没有大病哦，就是那个指数很吓人，医生都认为我是随时会走人，可是我还是像正常人这样在走。如果没有医院的指数，我永远没有被吓着。那是因为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宇宙让医界翻盘，不是让我翻盘。
这个故事你们自己去看引导，不能再讲了。所以就是我内心里面，跟我没有像各位有很多人都有宗教信仰，一路走来哦，几十年啊，多少年，我完全没有，我是一张白纸。我在三四十年受洗过，可是在进教会没有多久的时间，我就没有在进教会，因为我跟我们这位小姐拍摄，我都跟你没去啊。譬如说，他在宗教里面看到怎么言行不一致，哎，我在教会里面也看到，哎，我不常进教会的人，我只不过听了一场，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很简单，十点开始我一定十点零五分进去，十一点结束我一定五十五分出来，为什么？因为不想跟任何人碰到。所以我在五十分当中，我在听所有的教义，我就要享受，因为我那时候内心有疑惑，我在享受牧师能不能给我那个关一下哈，牧师能不能给我一点东西？可是因为在那里面的过程里面，有因为有一个传道人要到国外去进修，只不过小小的几万块，他们凑了好几个月凑不出来，可是民生社区是非常有钱的地方。听说那边在那边教会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大老板，很有钱。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几个礼拜我在听，为什么还在募捐？下个礼拜那个传道人都要去韩国进修了，为什么钱还没有出来？我当下我很不能谅解，几万块又不是几十万。我记得我如果没有记错，以后如果我有讲错，对不起，我可能没有记得很清楚。我结束以后我就去问到底还差多少。我印象中，我把那差额补完，因为我从此没有再进教会，因为我觉得这怎么一回事？这些人怎么一回事？我不喜欢，所以我自以为是的用自己的脑袋解读那个地方不值得去。可是我相不相信圣经？我依然相信。我相不相信上帝？我当然相信。可是我不相信人，所以人哦，为什么我而且接触超马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抽了一张七级卡。里面写了一段字，我太有感觉了，一切要真。如果你不真的话，一切都等于空谈。不要以为你表现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可是天知道，地知道，宇宙天地都知道。所以真是很重要的。可是有多少人，普罗大众有多少人可以面对这个真字，可以真正做到真，不容易。因为有超吗？我们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各位，我们有没有可以依循的对象？弟子规。所以我以前我弟子规看过几次，听过几次以后，我现在也不再真的每天要急的把它看多少，即便那一两行字，我就会很品味在其中，甚至那一两行字，我就可以一直每天都跟人家讲。比如说，如果上几次有来读书会的话，我一直在跟你们讲抉择。幸福人生不是要抉择开始吗？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孝顺最重要，弟子规所讲的就是以孝为本。那孝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珍惜爱这个爱字上面，我在找也在这个爱字，因为太多人定位在男女之间的情爱，最基本的孝很少，对父母亲的这份爱不多，都是对儿女的爱。所以彦纯刚刚讲说他女儿奋斗的结果为了他们两老很棒，可是这份心要在什么时候验证的最好？当她有男朋友的时候，当她有老公的时候，当她自己有小孩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可以见真章。因为一个有父母亲的人，因为他的目前台湾的资讯太恐怖，他认为一个人未来要养几个老的，然后到退休以后要几千万，多少钱多少钱，会吓死你的数字。可是当一个人目前如果一个小孩，他对父母亲前身武力是不是都放在他身上？其实对他来讲，他内心里面他最好是真的是爱哦，不是一种压力。如果那个压力跟负担，那个无可奈何的负担，那不是爱哦，那不是，绝对不是爱的真谛。现在的年轻人有这种情操并不多，除非在超马里面，真的在超马里面。而且弟子规要真的字里行间里面要到入心入灵哦，不是看过老师叫我们每天功课一集一集走马看花，走马听花不算数。以我过来人的心态，我告诉各位，弟子规我们没有哦，飘啊飘啊飘过一集四十一集又完了又飘，
直到我真的一个字一个去看，我才有感受，我才有感觉。所以我觉得爱跟笑，因为呢，基督教是不是讲博爱？我们中国人，我们圣贤是讲什么？讲仁爱。然后呢，那个宗教是不是讲慈悲？可是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心境？但是呢，《弟子规》里面以孝为本，用孝去延伸所有一切的爱，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你看，真正的爱的这一章里面有多少句真正的爱，慢慢去感受好不好？现在有在失恋的人看的话，他的爱一定是那个对方，然后越唱越哭，为什么？因为这份感情，有没有人在思念当中唱珍惜爱的话，那种情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爱多把它什么扩充一下，不要在小情小爱当中，好不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一定会让你们有分享的机会，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先念我们的第二章，好不好？第二章，那第二章由我们那个我们这位麦克风，好，第二章的第一段，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我们轮流练，好不好？第二章我们先翻到第二章，第二章主题是什么？宇宙的通缉声，都翻到了没？翻到了，好好，第一段每个人练一段嘛，轮流练，好，开始，谢谢。老师说在2005年3月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宗教领域上，不论是各种经典的研究、各种理论学说的熟悉度，或者是天地之间我所懂得的知识，应该都在一定的水准之上。但所谓天外有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遇到分居并且进行了一连串的密集聚会后，我才讶异地发现自己过去几十年里所看到和学到的东西，只是宇宙通理中的冰山一角，也实在让我开了眼界。不过在当时凡人还是凡人，有时听到弗兰居所说的种种理论，难免在心中会有些挣扎，心里觉得真的是如此吗？讲得跟天方夜谭一样。但随着聚会的次数增多，让我听到和看到的东西更广泛之后，我不禁更佩服弗兰居所说的各项主题，更崇拜他的独到见解以及诸多崭新的理论。这几年也证明了他当时那么轻松所讲的有关未来的事情，也随着时间一件件如实发生。比如那时我们在聚会中，他要求大家都准备一本世界地图。在2005年3月的时候，他已经指出在未来世界的哪些地方会发生海啸、地震和其他的天灾，仿佛连续剧的故事一样，交代得很详细，但讲起来很惭愧。当时我因为不能立刻去验证是真是假，所以心中难免还是会有所质疑。后来与自然界交流后，才知道每件预告将会如此准确。这么多年下来，世界各地的灾难一件一件的发生，每当一件一件新闻发生的时候，就让我想起2005年 Frank 君早已在聚会当中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讲得清清楚楚。那时他说这些都是天机，不用随便对陌生人说，等着时间看就是了。多年后的今天，几年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证明了当时 Frank 在2005年所开示的各种道理、天机和故事都没有丝毫的误差。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Frank 当时就对我们说，印尼这个地方会一直都不安宁，地震以及其他相关的天灾会陆续出现。当时大家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在这几年里果然证明了 Frank 在这一项预测上是如此的正确。而现在看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真的必须立刻好好审慎的检视人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活动必须赶快推动的，一方面挽回更多善良的人心，而且除了要更爱我们的地球和环境，
也要推动好的价值观以及最基本的道德与伦理。据我所知，这些与我们未来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等一下，各位从第一段到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有哪一句话让你最有特别的感觉？大家要认真看哦。未来如果礼拜天大家会继续来参加读书会的，我希望大家先把每个章节大概先看一下，好不好？比如说下个礼拜是不是就第三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念的过程里面，或是你在家有看过，有哪一句话你特别有触动，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有哪一段你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读书会呢，让大家更清楚、更了解，好不好？哈，不然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马上这样跟着念完以后，其实入不了你的脑袋，你根本也讲不出什么特别的意见出来，好不好？哈，其实我这边呢，我非常有感觉的是，见证哈，有没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接触超马，是不是先看到我们千年之宴？那一般人很奇怪，很喜欢看故事。那看完故事，为什么那一本书有很多人？譬如说我们今天的帅哥以明嘛，对不对？他那个分享也都分享得很好，因为他在网络里面有分享，我有看过哈。那为什么？其实他真的是年轻人，二十几岁，很有福气。第一个，他是不是看到千年之夜，然后他自己要去找书？那是不是里面一定有某些章节、某些点、某个故事打动到他？那人生呢，我们都在讲人生，不是都是三大话题吗？普罗大众啊，大部分都是三大话题，就是家庭嘛，啊，健康啊，感情啊，还有什么财富，是不是很多人汲汲营就是这三方面在汲汲营？有三个关卡：情关、钱关、生死关。可是如果这三关对你来讲目前都是没有问题，那对你来讲就一定叫做幸福美满。你今天还会这本书拿得起吗？很难。那你今天还会进读书会吗？更难。这个时候可能还在睡觉，然后下午的一两点才把那个中午跟晚餐一起吃。这是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同事的每个家庭都这样。第一个家庭环境还不错，然后都睡到十一二点，然后再到那个把费有没有用下午茶的方式，下午茶两点开始，然后大家忍一下忍一下啊，两点一进去吃呢，吃到四五点，对不对？把中餐跟晚餐一起吃，然后再去来饭店了，以前哪个饭店拿那个卡有没有买那个券，一年好像一万块多少啊，有几张券，这样他们认为很划得来。各位，我们以前呢，大家觉得哇好棒哦，好省钱哦，然后一直吃，吃完的话大家聊聊天，然后在四点多可能最后一摊要收的时候再把它吃回来，晚餐就不用吃，赚到了赚到了赚到了。可是他都没有想到他的健康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说用我们肉眼所看到的，都认为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用我们的小脑袋所算计的，都认为我们赢了。可是在天地对照之下，我们输了好惨。其实他刚刚谈到天机，谈到有没有那个 Friend 老师在跟2005年三月老师在跟 Friend 见面，那 Friend 不是讲了很多未来的一些趋势，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很多人也在质疑啊，连老师也都会质疑一下。各位，我们是不是普罗大众？我们会不会更质疑？会啊。所以他到后来谈到，就是说，你看哦，刚刚最后一段，刚刚谈那个念的那最后一段，赶快推动挽回更多善良的心，然后除了爱我们地球跟环境，更要推动好的价值观以及基本的伦理道德。基本的伦理道德在哪里啊？是在《弟子规》。各位，现在的年轻人，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看，你是不是都是什么叫做非非鸡非城市？不是非非城，鸡非城市。现在很多哦，很多目前哦，在市面上的价值观，大家都认为啊，不是都这样吗？啊，不是都这样啊？大家都这样，有没有去听到这样的话，就叫鸡非城市？各位，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目前真的叫做道德沦丧，如果道德再沦丧下去的话，就是世界末日的来源。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六个礼拜前，应该六七个礼拜前，我在礼拜二下午是不是读到这一章？我也读过去了。
可是我昨天晚上呢，我在想说今天呢，我在想说，应该我对这一张应该很熟了。你看，又大我又跑出来了，你看，自以为是又跑出来了。可是我昨天还是在慢慢把它看过一次，我就想说，我礼拜二，我六个礼拜前在旁边小注的一个笔记，我认为好幼稚哦，我怎么会写这几行字？跟我现在的心情，跟昨天晚上的心境完全不一样。我好能体会什么叫做来不及，也很能体会。老师，你看，老师还不是那个冲，还在很冲，就是很紧急的在马，现在是在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这几天这几个礼拜的共修是不是都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忙？你知道吗？你们不要以为老师是不是目前住拉斯维加？我有一次哈，好像是刚好有机会跟他碰面聊了一下。我说老师啊，我可能想要去哪里，想要去哪里，想要去哪里玩，要想要去哪里，哪里哪里玩。其实你们很难想象，老师哪里都不会去玩呢，没有哎。他就住美国，就是美国；来台湾就来台湾，去马来西亚就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去新加坡。他之所以会几十年后来台湾，是为了什么？推广超马。他之所以会去马来西亚，你以为老师要去马来西亚玩啊？去什么？你知道，他曾经老师有一年，应该是前两年，我现在有一点忘记了。他为了帮我们农历年过后做了一场那个什么，那个开春的那个。祈福，农历年大家是不是都在吃喝玩乐？他一个人窝在旅馆里面，他哪里也没去。我实在忍不下去，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带你去阳明山走一下了。”才请一个那个学员哈，就是开个车。各位，我们还认为就是说啊，我等一下去看电影啊，我哪边还没去过啊，欧洲哪里都还没有去，我还在规划当中，是不是？老师最有条件去规划全世界去玩一圈，可是他没有哎，他还跟我讲说啊，那都没什么好看，都没什么好看。可是我都听不懂，因为他真的觉得很紧急。各位老师每次的分享跟座谈会，或是那个共修课，你有没有感觉老师好像在谈笑，都在谈笑，谈笑论兵权。他很紧急，他不会跟你讲很紧急，但是他每次你很紧急的问他什么，他也笑笑的跟你讲。他如果很紧急的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怎样啊，他那个很严肃下来，你是被他吓着了。然后你再跟他个别咨询，他都很严肃，你是不是先吓昏了？可是他淡淡的在跟你讲笑话，你不要以为他在跟你讲笑话。我也很多年才懂哎，所以我现在泄露天机，老师在讲的每一句话，即便他在开玩笑。你都把它听下去，他已经就在跟你讲信息了，跟你讲老实话了。那我们以前都把它当作啊，老师怎么在？哎，老师好像怎么在共修了老半天，怎么演讲了老半天都不讲啊？怎么主题在哪里都还不讲？怎么都不讲？怎么还在聊天？老师的聊天都已经在讲了，知道吗？我也是过了好久我才体会得到嘞。所以呢，很紧急。道德沦丧，我们要不要好好回去好好看《弟子规》，好不好？好，接下去念那一段。在经过了 FNG 的这段洗礼之后，我才知道不经历事不长一智，很多事情没有亲眼看到，真的很难想象究竟是真是假。哪怕是在你眼前，栩栩如生地上演过，事后你再回想。也觉得好像只是一场梦，就算你继续迷离的看到了，凡人始终还是凡人，总认为只是一场梦，很难立刻去调整心态面对和实际地踏入那个新颖的主题和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定律吧。毕竟人生活在地球上，还是很难想象宇宙中还有那么多我们无法用头脑去理解的问题。而在与 FNG 的聚会中，他居然可以的那么自然、平和、真实地透过一般闲聊将真理和天机泄露出来，
让我能立刻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当我从弗兰居那儿得到许多道理后，我真的不该称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说得踏实一点，现在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位宇宙中的研习学生，而且所有的道理都需要学习。我认为最恰当的称号就是宇宙通习生，只有这样子的描述才能比较贴近自己现今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事情。每当看到世上很多人都称自己为大师，或者有更高的封号，不禁为他们捏把冷汗。因为当你知道浩瀚的宇宙与人间相比，哪怕是再厉害的神通，说的也不过是在地球上三次元、四次元可以谈的事情和变的法器而已。但在无限的宇宙里，那不只是三次元、四次元，甚至十次元就可以讲完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和 Brain G 聚会的课堂里，有时候他很难用人间的词语去把某种理论讲得清清楚楚，他只能用我可以理解的字眼或相似的声音，将这些宇宙中存在的东西传达给我知道。因为 Frank G 列举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学说和观念，在我这个主修工程背景，而且一切讲数据的人来看，了解了人间现在所有了不起的科学发现，在宇宙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发掘其他星球的科技历史而已。Frank G 在课程中告诉我，严格说起来，地球上的人类其实就好像机器人一样，今天给他灌进某个软体，他就会做出某个判断行为，或者会有某些发明。自古至今，所有的发明家和伟人都是被上天宇宙允许而下凡到工程来的，完成他们需要完成的使命。究竟他们是否有非凡的聪明才智，能够发明出那么多伟大的东西呢？其实发明出来的东西只是用他们正常身体所做出来的结果，但在发明的背后，这些发明家其实就像是个机器人一样，只是来地球完成他们这一生需要完成的事情而已。许多灵感均是已设定的。起初我还不太能接受弗兰基的讲法，弗兰基为了要消除我的疑惑，他随即让我做了一个实验，他要我们在场的人都站起来，然后立刻用自己的直觉告诉他哪个方向是东南西北。对弗兰基提出的这个道理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怎么会知道那些方位呢？我思考了许久还是想不出来，于是弗兰基让我坐下来，接着说，人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开关，只要开关打开了，你就有某种能力。如果开关是关起来的，无论你怎么想拥有那种能力都是不可能的。自古至今，有多少修行者为了要把开关打开而做了长久的准备和努力，为的就是要达到自己的成绩。刚刚请你告诉我方位，你虽然回答不出来，但不代表你的能力比别人差，只是你没有像那些特别的人一样做过某种修炼。刚刚我说过，人的身体里面有无数的开关，只要把特别的开关打开了，你就有特别的能力。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假，那么就在这一刻，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有这种能力了。在场的我们互相对望了一下，都感到茫然了。弗雷吉笑了笑，叫我再次站起来，伸出右手转一圈，然后感受一下哪里是东，哪里是南，哪里是西，哪里是北。我照弗雷吉的话去做了，奇迹就这样一幕幕的也上演了。我感到自己就像天荒夜谭的电影里面的主角。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我真的分不清楚哪里是什么方位，但是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当飞影居宣布我有这样的能力时，我再次站起来，伸出右手转一圈，马上就可知道东西南西北这四个不同的方位。这时飞影居要我回答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南，哪边是东北，我都能无误地说出所以然。大家都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了。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如果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又怎么会相信这个犹如天荒夜谭的事情呢？但是这确实地真实地在我的面前发生了。目前最希望宇宙帮你开了哪个开关？来，大家现在讲，太笼统，智慧太笼统，来，很切实的，最希望开哪个开关？都不要。哎，你现在你现在一打，你现在一讲，宇宙都听到了，你不喜欢哦。爱的开关，你没有爱吗？哦，互动，他很希望能跟别人好好的互动，对不对？让别人感受你对他的爱，对不对？哎呀，还有嘞，宇明，你最希望开哪个关？开关？信心哦，信心哦，让自己有信心就很具体哦，哦，很具体。还有呢，梅花，是因为刚刚那个谁他讲的又太智慧了，可是一点又说太笼统，是因为不够聪明。这跟聪明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判断力判别是非，就是要让自己更清晰更清楚，可以去做更明确的决定，所以需要智慧来做判断。还有嘞，他说的没有道理，有啊，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是说能不能实际一点。当然开智慧，每个人在超马里面是不是都要开智慧？对啊，乖乖喂啊，可以了，没关系。在超马里面，我们这个聪明会慢慢转成智慧，就好像我现在在做那个健康计划一样，把肥肉慢慢转成肌肉。我重量都不变，我 SL 可以变 L， 可以变 M 号，有没有很好？就是这个同样的道理，我们那么聪明干嘛？所以千万哦，以后教你们孙子啊、小孩，不要说啊，你看我这个小孩，你看那啊，你那小孩好聪明哦。其实以后讲这个小孩好聪明哦，就好像弟子规不是有一个小女生吗？她阿妈就说你我这个女我这么小女孩哦，啥幼稚园哦，你看她英文多厉害啊，怎样怎样，然后就说你讲苹果怎么讲啊，书怎么讲啊，然后她反问她阿妈，她阿妈都不会怕，她就骂，直接回她阿妈说什么，你怎么那么笨啊，这样叫聪明吗？他阿妈很开心，被他那个孙女孩骂得他很开心，一直说他孙女好聪明哦，怎么还会这样骂他？天哪，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各位，我们今天没有在抄马，我们今天没有看《弟子规》，我们跟那阿妈是一模一样哎。我们现在在看他这样，我们也说，哎呀，我孙那哪下搞，那也要骂我，也要你搞回话。哥，你这叫做鸡飞城市。外面的普罗大众百分之
我们超马目前假设有几十万人，可是在整个台湾的人数来讲，是不是还是属于少数？所以在少数的过程里面，外面有很多人是不是要我们去传递？所以我们不要吝啬，每天跟人家吃饭聊天啊，下午茶聊到后来，哎，是不是要就超马做 ending？ 记住，聊到后来就是超马做 ending， 或是把一本书送过去做 ending， 对不对？还有人们有没有特殊开关要开的？我从小哈在念书，我最喜欢开一个，最喜欢开的一个开关就是语言的开关。我认为我的语言能力没有很好，但是呢，我各国语文呢我都学过，我写啊看啊都 OK 的，还算厉害，而且我学的速度非常快。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听跟讲，现在小学生是英文嘎嘎叫啊，什么文都嘎嘎叫，我们以前就是一直叫你念啊念啊念啊，出国去是不是大概知道，但是就没有办法跟人家互动得很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想说啊，我如果能嘎嘎嘎嘎就好像在讲中文啊讲台湾话一样啊，那叫多好，是不是？你总要有那个开关，这是真的耶。当我看到各位看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你我们都是机器人，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呦郭台铭那整批机器人出来啊，所有员工都失业了，然后在想说哦，那些机器人看那机器战警机器人，你自己就是第一批机器人嘛，你就是机器人，我们是机器人制造机器人，你知道吗？各位你们看到弗雷基在那个在传递信息，说有没有看到某些小孩哇那个什么3岁就可以念什么九九乘法表啊，那个有没有有一个小女生，我就看在电视上哦，才几岁三五岁就可以跳那个什么肚皮舞，还得了冠军。各位，你以为她是天生的？她是她要出生那一刹那，宇宙已经给她设定一个开关在那个地方。可是问题是我们想要开哪个？譬如说，有的人好吧，就笼统一点开智慧。那开智慧就表示你已经通了。普罗大众的修行人不是那种修了几十年，在山洞里面修了几十年，就这样一个开关打开。可是没有想到接下去呢，哦，我如果接下去再讲，你们就不用念了，我不再讲了。接下去谜底都有揭晓，来，来，接下去上。接着弗雷基又说，所有在地球上被大家尊为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有特殊的能力，都是因为他们身体上的某些特殊开关已经打开了。如果因为有这样的能力而到处炫耀玩弄人群，这是上天和宇宙所不允许的。在当时也许可以一时寄养大呼过瘾地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但在长远来看，这种人就算有非凡的能力，宇宙迟早都会把他的开关关上的。刚刚你都看到了，你原本没有辨析方位的能力，但是当我说了你能力的开关已经打开后，你立刻可以分辨了，而且连更精密的方位东北西南。是我的错，好了，那开关刚刚你都看到，你原本没有，好的，你立刻可以分辨了，而且更精密的方位东北西南等等都可以分辨了。其实在我们地球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今天有了不同的差别是在于每个人身体里面的开关到底开了多少关了多少，而这些差异都跟其自身过去的因果来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相信的人也好，不相信的人也罢，这个准则没有人能去改变，因为这是天律，也是宇宙在创造人类时已经把这种智慧设计在人的身体上里，只是世间的人并不知道而已。听到了 Frank G 这么说，我于是向他请教，到底他心通、天眼通等等的通，是不是因为某种开关开了？
才有这通的能力呢？ Frank G 对我们说，会通其实是我们人类该有的本能，人人皆因如此，只是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些开关几乎都已经被关掉了。而积极的修炼者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运用自然的力量，将这种通的能力开关再次打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修炼期间没有通，但是通这个事实，随着修炼的精进，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其中的变化就是这个原理。说到这里 ，Frank 特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你应该也是一个会通的人吧？”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感受到这天地宇宙间有那么多的高深真理。蕴藏在其中，自己能够有某些的体会，实在是不值一提。Frank G 特别对我们说，修行人不应该以通来妖言惑众，应该用通来精益求精的接收宇宙间的信息，进而更上一层楼，让自己和大自然里所有沟通都没有任何阻挠，可以随心所欲的互相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越是谦虚的在自然界里寻觅更多的真理时，我们就会越来越熟练，所接触的点线面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宽广。说到这里，福仁君邀我们一起去屋外，结果我们走到屋外时才发现，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的大和浑圆。福仁君要我们伸出右手，朝着月亮的方向感受一下月亮给我们什么信息和感觉。说也奇怪，当我从手掌正对着月亮的时候，我明显的感受到一股麻麻的感觉，那股麻麻的力量从我的手掌进入到我的身体里，瞬时间这股麻麻的力量好像可以变成千言万语的信息，传入到我的脑海里。这时弗兰金叫我们缓缓地把手放下，然后询问我们是不是都有这种交流的体会，而他所说的体会和我刚刚所感受到的感觉竟然是一模一样，而且我们每个人的感受结果都是一样。弗兰金对我们说，要你们到屋外做这个实验，是想让你们知道宇宙万物都是夹带着各种信息的，只是你们有没有能力接收。当你的开关被打开了，你就是一个最好的接收体。如果你现在去和一个不是接收体的人去谈，你们两者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对方是不可能接收你的任何感受和说法。明白了这个事实，你们也没有必要花时间跟一个和你不是在同一个接收点上的人分享你的心得。这也应是修行人不夸耀的行为，默默精进，努力修行，用心体会，真心感受，应该把宇宙的爱及各种信息透过自己的特殊解读分享给有缘的人，而不是漫无目标的向所有人讲述，因为那样反而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扰。暂停一下，这一段有没有很有感觉啊？宇宙万物都是夹带着各种信息来的，所以为什么要对水说我爱你，赞美水，然后你骂水，同样两三天以后，被你骂的那个水是浑浊的，被你赞美的那个水是永远清澈的，那个花花朵朵有没有？明珠姐 也在那个什么那个情书里面有分享，他们阳台的那个盆景本来是已经枯萎了，然后他就唱了感恩四季记，唱啊唱啊唱啊，隔天起来那个又花新芽，有没有？他都有 po， 他有把那个盆景都 po 给我看。所以呢，这个桌子有没有感觉啊？你坐的椅子要不要感恩它？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很多人就是说，我们超马的两个主要的密码是什么？爱与感恩。那爱与感恩，你今天有没有感恩了几件事情？感恩了几件事情？有没有？有。今天到目前为止，你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你内心里面有默念过感恩四季记的人，不用举手，有没有？我在讲举手会对某些人会有压力，有吗？有吧？那目前感恩四季记
是不是都已经用进阶版的？有没有人还在用一般版的？哦，眼神很狐疑。哦，他们没有参加网络共修，是不是？哦，那没关系，你们等到时候参加网络共修哈，再去接受进阶版的哈。那感恩四季记是不是很多人的见证跟分享都觉得很神奇？可是这种神奇，如果你跟人家讲，人家会干嘛的笑哎？两天一夜，我们有在座有蛮多人去参加嘛，对不对？那两天一夜，从新北市到台北市啊，还有到他们基隆啊，你有去参加嘛，对不对？你女儿有没有去？没有嘛？那女儿那一天晚上有打电话给你吗？没有。哦，我跟你讲，台北市雨听说没有多大，风很大。那有一段时间是风雨交加，可是到夜晚是风越大。可是我们两天一夜是不是在那个大阪根？那大阪根是不是半山腰？是不是四面都环山？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的想法，因为我们上课的地方是一栋啊，要走我们那个住的地方、睡觉的地方是在另一栋。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在想说，哦，结束以后在想说啊，那个雨伞哦，饭店的雨伞那么大，啊，我走过那一段，是不是整个雨伞都会开花？怎么都在想象，你知道吗？真的不骗你们在想象，我们在坐电梯还在想象，可是没有想到下去以后门一打开。外面什么没有风没有雨，而且地是干的。那我们一直在看那个树叶，连一根树叶在飘都没有。那我们有一个，我们里面有个室友呢，是因为他有事，所以他就提前先回到那个房间。然后我们进去以后，他就跟我们讲，他跟他女儿通电话，因为他女儿很急嘛，就说妈妈台北风雨很大，你在那边很孝顺，还在问。他就跟他女儿讲说，我跟你讲，这边没有风没有雨，然后地上是干的。他说怎么可能？然后他还跟他女儿讲说，他女儿跟他讲说，妈妈，那你那边很严重很危险，那是在台风眼，所以没有风没有雨，是神话。可是像老师上个礼拜的共修有提到，你们会相信吗？普罗大众，你的脑袋你能想象吗？你要讲啊，没有啦，可能是三峡那一段刚刚好没风没雨。你看，又用我们的脑袋要去解读，让能说服你的小脑袋，所以在超马里面你要有特大的脑袋，而且你要跟他一起转，他讲什么你要跟他入他的情境里面，你不要又锁住就说，可是呢，是不是因为怎样啊？又是因为那样啊？用红尘的方式，你又把它挡掉了。所以常常有人就说，你看我运气有多好，你看我运气有多好，各位，那不是运气好。那是一种能量的运作，绝对不是运气好。可是你又说我跟你讲，你看我运气有多好，你看嘛，我今天迟到又迟到了，可是你们那个东西刚好坏掉，你们每个人坐在那边还不是等我，你看我运气有多好，我来了刚刚好，你们哦多来了二三十分钟。各位千万不要再这种运气好的脑袋，好不好？哦，所以呢，你看一个信息，所以晚上试试看，哦，看到月亮伸手出去看看，看弗兰基或是老师没有在旁边，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这一章节，我在看的过程，你们就说：“哎呀，我们真的，我们就很像老师的当下，老师就是我们的弗兰基。”可是我们哪有老师的修行、老师的底子？哎，老师的修行底子是很雄厚的。我每次都是默默脑袋这样讲哦，不敢讲，默默脑袋这样讲，就说啊。那老师就是我们的 friend G， 那我们就是好像当时的老师，那一万八千里，所以我们有没有很有福气？你看啊， friend 老师说 friend G 哈，在跟他们对话的过程里面，用很简单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因为浩瀚的宇宙是我们人类目前很多的东西还没有讲出来的，宇宙里面很多，那他如果把这些东西讲出来，是普罗大众听不懂。可是这个章节里面呢，啊，老师有特别谈到 Frenchy 还很用心的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话语，让他们听简单，让他们理解。所以这本书真的叫做白话文，如果真的还接收不到的人，我们就祝福好不好？因为他不在跟我们同一个界面上面， Frenchy 有没有欠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去对抗，针对每个人都一直念给人家听，人家以为我们是有状况。
我们是笑哎，所以我们还是要说有所选择，没办法接受的话就先祝福，可是要不要放弃他，千万不要放弃，说不定几年后他的智慧开了，他的开关开了，他就拿得到了，好不好？好，那接下去老实说，当时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转眼间自己的能力好像已经从人生的一头要到了人另一个更高的境界。 FNG 一再的表示，以后只要我们有心，都可以在与宇宙交流的信息中得到许多新的教育，只要自己愿意虚心受教，许多新的机缘与场景都会在我们眼前一一展现。当我们进到屋内后， Frank G 对我们说，刚刚你们突然觉得拥有的奇特能力，虽然只是伸出手来就能交流的这个简单的动作，但是你们知道吗，自古至今有多少人念了一辈子也不过念到这个程度。你身上的开关能否打开，如果要靠自己的力量，那就必须顺着因缘走，不但如此，你还要把握更多的机会，才有可能得到某些的成果。如果你们遇到一个特别的管道，就会像刚刚一样，因为我的命令让你们轻轻松松的在某些开关打开的同时，感受到天地宇宙间诸多的奥秘，这些都等待着你们去学习挖掘与品味。但是你们要记住，如果日后因为你身上的某些开关打开了而获得了某些能力，千万不要对周遭的人炫耀与夸大，也不要去愚弄别人，这些都不是一个打开开关的人应该有的素养，上天宇宙也不会容忍这种行为，这样的人很快会随着开关的关闭而丧失能力。所以想通的人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因为这一切都会如刚才所说，人就好像机器人一样，注入什么样的软体，开了什么样的开关，就应该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在这个世界上事情都会这样安排的，我们不必对宇宙上天评头论足，我们第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要感恩宇宙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各种恩惠，感恩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和机遇。当你感恩的越多，你的人生将会被改写的越来越好，而且更多更好的宇宙交流机会也会如你所愿的日渐增多。 Frank 还说宇宙未来要挑选的种子是能够深度感恩的人，他不但要感恩而且要知足，这两者缺一不可。说到这里， Frank 突然把目光转向我，问我对于刚刚所做的所感受的有什么疑问。我心中突然想到，刚刚他把我的开关打开，然后让我去感受到这一连串的事情，怎么都没有像宗教里面的仪式一样呢？因为以我的经验，几乎宗教就会至少用一种仪式来进行某种活动，然后得到某种结果。当我想到这些时，弗雷基好像早已经察觉了，于是我把心中所想的向弗雷基请教。他笑了笑说，毕竟你是在宗教领域里打滚了几十年的人，一切都会以固有的模式去评论自然宇宙间的状况，这也是常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每个人都用自己熟悉的道理逻辑去判断超乎他们想象以外的事情，而在人群中造成许多矛盾，这也是令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一个大阻力。文局说，如果每件事情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仪式才能完成，那么刚刚没有任何的仪式，它就能够把我们的某种开关打开。既然刚刚的一切成立了，就代表宇宙自然间我们还有很多以前不了解的事情，那些所谓的程序和仪式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并不代表宇宙自然间事情真的必须要延续这样的方法才能进行。弗兰居又说，
宗教间的仪式是表演给人类看的，是希望能激发人们的敬畏之心，调动起人们的种种动力。所以你们觉得很多事情在宗教的领域里有许多的规范，这些其实都是为了人而特别排练的。但是在宇宙间，一切事情都应该是简单、自然，而且直接发生的。Frank G 特别叮咛我，对所有的事情、真理都应该有更大的胸怀、更精准的眼光、更明信的逻辑去接受和学习，千万不要原地踏步而阻碍了经济的机会。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在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的情形之下，找寻自己未来的出路与希望。当我听到 Frank G 这么说，并将自己的经验和所看到、感觉到的事实结合在一起时，心中突然有一份莫名的感动，眼泪闪烁在眼角之中。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的宗教生涯里，虽然研究过无数的经典，但是自己一直还是有许多的盲点。如果不是 Frank G 用最浅显易懂的词语、例子和及时的练习来解说，实在很难感受到天外有天这一章。但当我踏到天外有天这一章后，才发现天外之天不只有一章，而且有着千百章等着我们去学习和探讨。我不禁感慨宇宙之大，除了科学家们的现有发现外，其实浩瀚宇宙真的才是宇宙通行生最好的珍贵教材与实验实践场。好，我们一起把老师下面的记忆两点一起念，好不好？开始。修行人一定要真，如果我做不到真，就等同交了白卷。就算已经修炼出国后，也可能因为不真而前功尽弃。所谓真，就是心口如一。卡也在谈到真，一定要真，所以呢，这后面这几段，我们后面刚念的这几段，有没有人特别有感悟？来，你谈一下好了，因为你在很多的宗教有经历过哈，不是有宗教仪式之类吗？那我们为什么都不用宗教的仪式就可以特别怎么样？好，来。我从这一段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容易满足，我也蛮感恩的。我还没进入这一超马之前，我就常常接触到宗教，我觉得我还蛮有缘分的，一路走来哈。可是我发现一直在找，感觉好像都欠缺了什么，包括一贯道啊，还有之前的宗教，虽然他们的里面的教育都很好，可是我好像用不到生活上，感觉讲很像是在讲故事，他只是在点醒你一些事情而已。我一直觉得不够力量。那我在接触超马这一块是一个机缘上，人家发了一本疗愈学理跟千年之约，我都不认识，可是我会发现说，哎，怎么会有这种写得这么好的一本书？而且其实当下也没人建议，我就拿那一本书，那我自己去寻寻觅觅，我打量到天元这边来，有志工回答了我一些问题。我只想买超马，我基隆买不到。那这样进来以后，其实我当初应该我跟彦纯接触的时候，我还不是很相信超马，因为我觉得说我一直认为我的宗教是最好的，因为我在宗教界那边九年多，我一直觉得说我如果愿意服务，应该就可以过着很满足的生活。可是我一路上下来，我都觉得说不是，哎，不对，我看到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不是每个人跟我想法一样。当下我很挣扎，我一直在想，我在宗教九年了，为什么我看到别人改变没有很多，只有我一直在改，怎么有？我一直觉得说我还要再继续待下去吗？可是我因为一直在这半年期间，我只要有机会在超马这一块参加读书会、网络共修以后，而且老师的书我也自己买进来看，我发现我怎么越来越喜欢这个区块，好像这一块才是我
能改变我自己的那个区块。我不是批评宗教，我觉得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那我是觉得说，每个人都有一种惰性，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才会去付出啦，完全不是很认真。讲到服务，宗教服务那个区块，我看到就是不真的一面。大家都只想到自己，只要对自己有好处才愿意付出。那我在想，那这样宗教下去能改变什么？我不懂哎。那我觉得我在超马读书会，我看到好多人发自内心的真，我每次都觉得好感动。为什么每个人你会觉得说他们讲出来的话都是真的，不是虚假的，要不然不可能讲这么认真，而且分享会也一样，我都觉得好感动。那我觉得在这里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一面。我觉得我只是想说我自己其实还不够啦，还在学习当中。我只是想透过自己能改变，然后再去影响别人。因为我自己的习性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明明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可是还真的有待改善。我还在学习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当中，都在学习当中，正常啊。啊，为什么还习性还改不了？也正常啊，因为能量还不够啊。这都是我们要走的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反正我们每天，哎，你现在有在参加，都有在参加基隆的读书会上，哦，那你平常台北的读书会比较少，没有空，因为住得太远，所以我可能一个礼拜就网路公休、读书会、分享会我都会来，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体力，一天睡不到5个钟头的，因为有功课要做嘛，那《弟子规》要看，新的也要写，那因为路途比较远，我就尽量抽空。如果我觉得我不累，我就来。我也没有规定说哪一个读书会参加哪一个，我就觉得说，哎，我都是来学习。那听别人的分享，我都觉得我们可以从中受益。对对对，很棒，很棒。现在考试一下，刚谈到就是说，目前我们宇宙要找的善良种子要具备哪两个条件？你知足了吗？你感恩了吗？现在谁能立即讲出5件感恩的事？立即，好，来，晶晶。感恩，我感恩我手上现在说这一本的超级生命密码，还有感恩我这支麦克风能让我来跟你们一起分享。然后还有我感恩桌子，就像淑丽姐的，我真的时时刻刻秒秒在感恩。可能是我今天心情不好，我早上一起来，或是我觉得我今天能量怪怪，我就马上感恩。我可以对，就像我们之前的一个同学跟我讲，我可以对所有的家庭里面所有的电器都可以感恩，感恩我的电啊，感恩我的床啊，感恩我的棉被，有时候会感恩我自己的灵魂，能让我今天这么的开心。所以我就觉得能量很重要，真的借由这样的感恩会提升自己的能量，然后你会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去面对你生活的每一件事物。对，很棒哦。来，接下去感恩越多才会有越多的感恩。一早起来啊，感恩床给我睡得好，我没有开冷气，我开除湿让我睡得舒服。然后还有一早起来，虽然还没有爬起来，可是先把音乐放下去，让感恩四句偈，然后躺着的很感恩有网络，因为网络你要什么都有。然后还有听了一轮之后起来，然后喝，我早上都会喝水，很感恩有水可以清我的肠胃，可以让我有好的精神。然后再泡一杯咖啡，然后再继续听的感恩四句偈当背景，然后因为今天早上计划来读书会，所以说一开始就看着时钟，就心里面默默的计划着说等一下要做什么，等一下要做什么。然后很感恩有，因为之前如果没有读书会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就早上这样过去了。然后很感恩，就是太阳很好。然后一路上看着慢慢骑车，慢慢看着街道的变化，然后一到天元这边又停车位可以马上停好，然后在超市买个早餐就很感恩上来，然后上来之前就慢慢吃，默默吃的早餐，慢慢感恩，看着他们在准备
准备那个等等的直播，然后很感恩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分，然后我就好好的吃我的早餐，谢谢。感恩导师，还有《超马》这本书，还有今天的主持人，以及所有的那个超马家人。想说今天是宇宙通习生，那怎么从你那边会开始讲到妈妈这一块，然后就是说宇宙通习生，反正最基本还是孝顺这个部分开始吧，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原点，这个没做到的话，很多事都就算在外面怎么样做了什么事，好像都挂鸭蛋，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少了一个一啊，就是如果对父母没孝顺，后面都是零这样子，对，所以感恩宇宙，感恩天地，谢谢。大家好，我感恩我今天带我自己来这里参加读书会。我姓张，叫明文，法律明文，规定明文。然后我是秀琴姐带来，因为秀琴姐说她也是淑仪姐姐，她来这里上，所以秀琴姐比较就是假日她比较忙。那我其实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所以我如果可以来参加读书会，我就会就是最近就开始进来，因为我真的还有很多地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对，就感恩淑仪姐，还有感恩婉如，三次来婉如就帮他先帮我垫钱买票，对，我希望在这边会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谢谢。接触多久？秀琴姐跟我讲的时候是这个场所最后的那已经快要搬、哦、快要搬了，差不多是六月份的时候，对，只是因为我每次下班，如果我就是在赶着下晚上的活动，我就会觉得有点累，所以我其实工作占我很大的时间。哦，好，那你这个书全部都看完了吗？还是没有？就是没有。那没关系，你就跟着看哪个读书会都没关系、你跟着，因为以我的读书会，我是每一次我都会读一章。那你也不要认为说你已经读过，本来是有人建议我说，我礼拜二都已经超马了，礼拜天要不要用别本？可是人都不一样啊，人都不一样。那我觉得超马还是源头，连我自己都有很深的感觉。所以我们不要太认为就是说我已经都念过了还要念吗？你有没有感觉，我相信这个章节很多的朋友在第二章是不是很前面，我相信在座每个人都看过，说不定看过很多次的，可是你有没有感觉你今天在看心境又不一样，好像你又开了一个开关，那字里行间的某一段你又特别有感觉，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比如说我就跟你们讲，六个礼拜前我在白天的读书会我有读过这一章，可是我刚开始在旁边做的 memo 跟我目前的心境才六个礼拜以后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是我认为源头书还是在这一本，这一本你真的透过这一本整个去理解，然后就理解以后，然后坐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那个能量会真的很不一样，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主持人。不会，来。大家好，很感恩今天没有睡过头，因为手机没电，闹钟没有把我叫起来，我还是赶得过来。那也很感恩今天早上母亲问我说今天要出门的吗？那要吃什么早餐？那很感恩今天来到这个路上也是完全没有塞车，很顺快很顺利。那也感恩今天早上说的跟我聊天的任何一位朋友，那很感恩重新回到超级森林。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国龙，那就是感恩淑丽姐呢引领我进来操嘛，那感恩淑丽姐告诉我说每天早上都要吃对早餐，所以那我早上也可以很快赶快，那感恩我家每天都有鱼可以喂，那感恩我家有盆栽每天都可以浇花养
养鱼，让我心情很快乐这样子。那感恩每天晚上都很好睡，让我每天都可以正常的一个作息。那感恩在座的一切，让我今天有分享的一个机会，谢谢。感恩我家的床闹睡得安稳，感恩我今天早上起来水让我可以洗脸漱口喝水，因为水是人生命中最主要的来源。感恩我哥这样对我，要不是因为他这样对我，我才没有机会来这边有个那个重新站起的机会。也感恩淑丽姐提醒我然后帮助我，也感恩佩璇姐姐她引领我来这个读书会，让我有学习的机会和动力，谢谢。大家好，我是佩璇。其实我接触超马已经就是拿到这本书已经蛮久以前，但是真正认真做心法是这一个月左右才真正做心法。然后我礼拜五是第一次参加读书会，那就是有一些问题，那就是有询问宛如嘛，那宛如又邀我就是今天在参加读书会，那我又把我的朋友又拉来了。那对，然后其实我还蛮感恩，就是给我这本书，还有虽然他们也没有参加读书会啊，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有跟老师一对一咨询，然后可能发愿要发书，然后就是给了我这本书，然后千年之约，然后我也很感恩我负能量愿意让我就是来，对，因为最近做心法我身体不是那么舒服，那我就有就是会其实之前就是想啊，可是就是我就想说如果身体不是那么舒服我就不是很就是可能就不会来啊，然后我想说那如果就是舒服就是比较 OK 我就来这样子，对，然后那就感还有感恩就是我父母都还身体都还 OK， 就是还蛮健康的，那让我还有机会可以孝顺啊，就是我可能要唱的就是我觉得我就以前比较自我，那就是看了超马然后弟子规之后就是开始就学习反省，就是一切反求诸己。那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别的宗教团体，我星期五的时候是有分享，那个因为我去禅修，但是后来禅修到去住精神病院嘛，对，然后就是给我一个很不好的经验，不然我也不会认识师姐。对对，那我之前其实就还蛮顺利的，就是后来就是接触宗教以后，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就是礼拜五有一个学员，他是分享说他自己修行的经验是说，他那时候静坐也是后来身体不舒服。那他老师是跟他讲说，你如果禅修，你没有一个足够的德资粮，你会碰到很多魔考啊什么的。后来我就发现，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我还要从我德性品德上再反求诸己，再好好反省，那还要再多行善积德，跟我的负能量好好的就是沟通啊，然后祈求他们原谅这样子。对，那很感恩就是今天可以有这机会参加读书会，对，那就还好身体，就但我觉得好冷。对就是我不知道是冷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做越冷。对啊，我不知道哎，就是对啊，我手是冰的，然后他刚握我的手，他手还是热的。对啊，我就觉得好奇怪。对，然后就是大一的。请问一下，你这本书整个看完了没？看过一次的没有？那你一般老师的所有的讲座你都有参加吗？去年有参加过，会有参加，就是讲座而已嘛。去年有参加过，那今年就没有。今年没有。
老师十八，老师那个十八号、十九号的那个滋养班，你有报名吗？你是不知道还是时间不方便？还没有想要报名？没关系，这个我们私底下再谈。所以如果你们刚进来的人，就不要急的，就是说啊，你们在做步骤一二三怎么做啊？其实这一本书你从头看到尾，它的九个心法都在里面。你可以，譬如说，我们步骤一二三不是忏悔跟感恩吗？那忏悔心法我们应该是第六章会有，那然后第二章到时候会有那个爱与感恩，然后第七章好像就太阳心法。都会有，好不好？我觉得你们慢慢很落实的这一本书。那譬如说他刚刚，当然有时候因为冷气能有关系啦。那如果譬如说他心法都做的都不舒服，那等一下私底下我们再聊一下好了，结束以后再聊一下。那到今天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特别想要多了解一点？譬如说以这一章节来说的话，有没有？都能理解吗？这个章节到目前为止都能理解吗？可以吗？都可以哈，有没有特别想要提出你的见解出来的？有没有？真的没有？那没有我们就要唱歌咯，唱完歌就是我们今天的 ending 哦。那个下个礼拜就是第三章，好不好？大家要不要可以先看一下，可以吗？哈，我希望你们看完也有更多的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一个分享也是一种能量的提升，分享也是一种能量的提升，好不好？嘿。我本来以为我来这里身体会不好，因为我最近状况蛮糟的，就是身体不舒服，怪怪的。可是我要这一开始白不太舒服，可是越做越安稳，越就觉得也磁场很顺我的意。谢谢啊，谢谢我们磁场送我们师姐的意，谢谢哈。那师姐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好不好？哈 ，OK， 那我们现在来唱歌哈，谢谢。Thank you.